成肉身，成为普通的人，隐藏在人中间，在做着拯救我们的新工作。他不向我们表白什么，也不向我们道明来意，只是按着他的计划步骤，做着他要做的工作。他的发声说话越来越频繁，从安慰全面提醒，竟是到责备管教，从口气温柔祥和，到言辞激烈威严，无不让人备受怜悯又心惊胆战。他的说话无不击中我们内心深处隐藏的秘密，他的说话刺痛了我们的心，刺痛了我们的灵，让我们无地自容，也让我们羞愧难当，也让我们羞愧难当。我们从他的身上享受着源源不断的活水供应，我们借着他过着神与人面对面的生活，我们只感谢天上帝主耶稣的恩待，却从来就不理睬这个带着神性的普通之人的感受。他依旧卑微隐藏在肉身中，做着工作，发表着心声，似乎感受不到人类对他的弃绝，似乎他会永远饶恕人的有效无知，永远宽容人对他的态度。神的话语带着生命力，给我们当心得到，也让我们领悟到了什么才是真理，也让我们才是真理。他为我们呕心沥血，他为我们寝食难安，他为我们哭泣，他为我们叹息，他为我们病中呻吟，为着我们的归宿，为着我的所事所有，是一个普通人所没有的，也是任何一个败坏的人所不具备也达不到的。他有常人没有的宽容忍耐，他的爱是任何一个受造之物所不具备的，他的爱是任何一个受造之物所
不具备